了，找刘老师，还给葛小玲家打了电话。瑞英石家也打了，还有双胞胎家。他们在问，谁认翟小美？谁认识翟小美啊？全校就我一个姓翟的。可你叫翟刚，找着你也不能承认。那你也不能不回家吧？回什么家呀？我哪有家呀？在哪我都是外地人，我没有家。你说的家呢，是家乡的家；我说的家呢，是家庭的家。你父母又不歧视你，那你当然有家了。最歧视我就是我妈吧？哎，我要是考上大学，就不配做她女儿。别说考大学了，数学学不好就已经不配了。那你爸不对你挺好的吗？本来是挺好的，可现在吧，他总是心不在焉的，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回家了，叔叔在公司。我妈每天都盯着那个监控口，他俩要是离婚，全是因为我。他们离婚，是他们感情出了问题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要是不来上学，他俩就不会分居两地，大概还能凑合过一辈子。人为什么要凑合过日子？我跟你这个二进制脑袋说这些干嘛呢？你跟你妈说说，你让她收留我吧，就是管我三顿饭，我不要工钱。你不是想当服装设计师吗？是啊，我可以边学边干啊。你工友宿舍的吧？谁在里边啊？杨叔，保护我！